一定的，不会的。同学大家晚上好，原来讲好听话，是我来讲啊，可以，我们请是来在大公司面前，大家好，那我讲对啊，你在家那里雪中躲大嘞，对啊，然后叫我到后，好，我们先请。那这个是基础，但是这是我们算是第二代，所以那时候也跟吴育群立委去镇长去看，我们回来之后就是希望台湾的车厂能够研发做出来之后，就是这样子。过的人他必须要知识要低，所以在他们的部分，我们每次都是会做很安全的防护。那洗澡他们也真的很辛苦，尤其是夏天。乖你来宾，风没生意来，所以大家拢欢乐上帝。啊，那寒天哦较好，因为风没生意来，吼、哦，所以讲热天对人来讲是好。这个角度是可以控制的，所以。不管是要削耳也好，那这个力气，所以它是很安全的一个移位。那对居住嘛，有人在用。不过居家是在丹麦，我们两块就是做这种出来，而且为爷过世。你讲深爱家园好，来再一次哦，深爱家园。